今天准备做个不一样的美食，看看毛蛋，还有毛豆，好久没吃了。这毛豆看着兜挺大，再放上这些香料，再蒸上毛蛋。哎呀，这多少个毛蛋？三四。大毛蛋、毛豆、花生，你吃个毛蛋吧，吃个，尝尝。尝尝一点点，跟那个知了猴一样。你尝一个。是啊，你说过敏呢、啊？不过敏。他害怕。去。他胆小。那你就吃花毛双拼吧。这个豆儿挺大的吧？语文了。真的。嗯。可得了。是吗？够得了。嗯，得吧。那就点儿。嗯。我们也没休息了，你是为了展示啊，媳妇？好吃，怎么了？我说你怎么还揭开吃？啊，你不是吗？不都直接挤着吃？这样的呀？啊，我不得这嘴了。得哪个？毛豆。得里面的水。里面眼睛。他这个能做到做里面的水。啊。这不是嘴毒吗？你说的。爸，今天吃。内心有点抵触这个。你看，你看，特别嫩，好弹，好香。嗯。我有很多同事也不吃知了猴，可能还是过不了心里那关。可以不怕了，那水也好点也好点呗，特别嫩，就是腥的。嗯，太嫩了，就是十四天的是最嫩的时候，就不让它变成小鸡儿，就喝上了。奶奶带点菜啊，光在兜去了。看看，妈都敢吃，你不敢吃。我胆儿两个了。嗯。再给你买一盆。嗯。他问你。那咱们俩今天都把它煮了。第三个了。嗯。哎，你这。吃这个不点鸡。不呀。吃饱了点，没带干粮的。你吃完了。嗯，吃完饭再带块说。一顿饭顶我一天的饭，一天也不行。哪有那么夸张？这个挺干凉的，再接着再吃一个。哎呀，就汤水，慢慢吃的吧，汤好的。哎